第三组来宾，首先介绍家事达人燕君先生。接下来是育儿我最行，小可爱燕君先生。接下来介绍的是吃出漂亮，欢迎嘉怡还有明敏，欢迎你们，欢迎收看《欢乐吃多星》，结束海盗童。育儿我最行，徐小可可以啊，那三个，燕君一个小孩嘛，对，一个。听说你出了好几本书了，今年第二本。这个书的内容就是会举我们日常生活可能会遇到的情境，是，对，然后绘本的方式，对，问问看小孩会怎么下决定，都是用有绘画的，对，小孩子会吸引他，对，主要让他们去做决定之前可以先停下来想一想，然后想好了再去行动。这个我们吵架吵架了，欢迎三组来宾。今天的积分赛是你问我答，也是大家抢奖金。我们要跳下来嘛，对不对？我们可是我们每次都赢，这样不好意思吧？不会啦，不会啦，有各个领域的专家，总会遇到我们不会的。好，那第一题，对，就收纳专家安琪，来，请出示关键字。大扫除撇布。哦，这个我们不是你来小可一下。四万啊，四万。好，第二组的嘉怡。嘉怡，那个我们要三万还是四万？三万好了，A 油加醋擦木质家具 ，B 小苏打水擦草席 ，C 柠檬水擦大理石地板。哎，计时开始。加油醋擦木质家具啊？我会这样擦吗？小苏打水擦草席。五、四、三、二、一，哇！来，请翻牌。哎，三组都选 A 哦。哎，油加醋擦木质家具，来。我觉得我跟老师讨论，小苏打水基本上应该会伤害，因为它小苏打水加进去，它会有一些气泡，对，所以它是可以把脏污带走。但是草席，因为它毕竟还是木质为主，所以感觉这些气泡应该会侵入到木质里面。那柠檬水也是，柠檬水对于大理石地板更不太可能。对啊，好像是会冒出二氧化碳。对，可能对于大理石应该也是一个伤害。所以去除法我们就选 A。深一点。对。哎，我家好像没有木质的家具啊。比较少。对啊。但是因为大理石，因为大理石对大理石，我就有一阵子很伤脑筋，因为大理石是腐蚀很快，真的很难。不是，它是活的嘛，它有毛细孔这些，有时候你如果地毯盖在那边。会那水气上来会变黄，对，它就坏。所以你其实不能盖地毯，但是呢，我们就放了化学药剂，会慢慢除掉黄的东西。它不太会用柠檬水去擦大理石啊，一般擦榻榻米也用清水啊，也是都清水去擦，对不对？所以我们觉得应该是油加醋擦木质家具的，我们三组都一样，我怕赔死了，赔死还是赚死了，不知道。十万块，这一注他赔十万，来，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A 油加醋擦木质家具，真的很贱嘞！我在开路前，他们都在说：“哎呦，好家事好难，都不会。”结果你们用三句法就三对了。等一下，我先把钱赔一赔，你好解释一下。十万块，一半的哎，一半就没了，没了。哇！珍妮，一半就没了，我还没开始玩呢。珍妮都桌上赢我们的钱了，找两万。好，老师，请解说一下呗。其实我们这边所谓的油加醋呢，油是指橄榄油，其他的油都不行，因为橄榄油是算是比较不会酸化的这个油脂。对，那因为油脂呢，在木头的家具上面呢，它可以形成一个
保护的一个状态，又可以让它光亮。然后白醋呢，它可以活化这个木质的，让它有恢复弹性。然后白醋又有一些这个杀菌的效果，所以我们在清这个木质家具的时候，可以用油加橄榄醋，然后喷在干布上，再去做擦拭，就可以让你的这个木质家具清洁跟光亮可以一次完成。对，但柠檬会腐蚀食材。对，其实刚对像小苏打粉，其实加水，它是在居家清洁里面算是万用宝，它其实都可以擦。唯一比较特别是像说铝的东西就不行，像如果你的家具或是你的锅具是有铝的制品的话，你碰到小苏打粉会变黑。那像草席、竹席也是一样的意思，它碰到小苏打粉，它这个材质碰到的时候就会产生会有些黑色的斑点。对，那因为大理石本身它是石材的，那它碰到这个所谓柠檬啊或是白醋这种酸性的东西，它会起一些化学变化，它变酸碱中和，它会产生二氧化碳的泡沫，没有错，白点。对，所以它会有个腐蚀的状况。这个第二组呢是小可，你们来，黄彦君律师，好，请出示关键字。小孩爱阅读，哎呀，这对我们来没小孩的怎么办？那十万块的家事达人先下，珍妮姐跟安琪姐，你也愿万姐姐，三万，做双是很伤的，很伤啊，不是大输大赢啊，吃出漂亮，有你在啊，不用担心，等一下，哇，小孩不要怕，我是不是两个都小孩，真的亲子共读啊，真的。我们两个都有亲子，两个都有小孩，很容易的。那个你有没有小孩？对，哎，可是你常骗小孩啊。哦，对，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小孩。三万好了。三万。好，来，请出题。亲子共读能加深孩子的认知能力，请问下列哪一个读绘本的方式是错的，反而容易让孩子失去读书的兴趣呢？A 用夸张的模仿吸引孩子。B 按照故事书的内容顺序读完。C 喜欢某一本书就一直读。好，计时开始。你是说会让孩子失去读书兴趣是错的？这个已经答案这样也蛮清楚的。对啊，可是怎么会这么清楚到这么简单的？太假的。来，请立牌。你看，我们俩答案不一样哎。有答案不一样哎。按照故事顺序读完，他会失去那个信心。兴趣，因为我每天真的在跟我小孩读故事，连他去跟学校跟老师分享，都说我妈妈每天读床前故事，然后老师还打电话问我说是真的吗？我就跟他说真的，但是我发现就是用夸张的模仿方式，小孩会非常专注，他会看你在看书，然后发现 A 是正确，大家都知道了。对啊，但是我发现不知道是小孩年纪的关系还是怎么样，如果我按照我小孩不到3岁，如果我按照顺序读完，他整个就帮我把书这样合起来，妈妈今天到这里就好，就是他就不想读下去，所以我们觉得应该是照顺序读完，他会失去乐趣。对，而且在 C 的部分，像我女儿是4岁，她很喜欢有一段时间一直要听小红帽，那一个月就一直听小红帽，所以我就觉得 C 应该也不是，所以我们两个才会选 B。对，喜欢某本书就一直念，不是每天听同样的故事吗？对，那小朋友啊。小朋友就是这样啊，真的吗？他不就是一个动作一直很幼稚，你就是一直重复，他都很开心啊，这样不会无聊。可是你照故事的顺序读完，这样也没有错啊，你起码有个逻辑的架构，就是会起承转合那一些。他就不喜欢。对 ，OK， 蛮有 B 有 C 的哦，就是第一个，这两个比较难，没有。来，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按照故事的顺序读你能杀我的3万来赔他吗？对啊，5万，你做庄都赔，啊，做庄都赔，5万块，恭喜啊！来，彦君讲一下。好，其实刚才大家有讲的都是对的，就是我们要培养习惯的时候，很多家长其实会希望，小孩看这本绘本的时候，要从头看到尾，你才会知道这本书在讲什么，故事的内容是什么。可是有的时候孩子就想要跳他喜欢的章节，或者是他想赶快看后面是什么。那如果我们这时候说不对，赶快回来看的话，那他们就会觉得啊，那算了，我不想读了。对。那如果孩子很喜欢读某一本书，其实这个时候是 OK 的，因为他只要喜欢读就好了，不管他是读哪一本，或是一直读哪一本都可以。那只要让他喜欢阅读之后，他渐渐的就会去扩展他的兴趣。
哇，赚最赚的是高明敏二十八，因为他还没当，请出示关键字高明敏。好，关键字是享受就靠他。哇，你说的也不要掉到陷阱太冲动了。对，13万先下，珍妮。珍妮姐，6万。好。哦，享受就靠他6万，来，是要多一点点。徐小可，好，6万，六，你也6万，他有在跳钢架的，可是这两个根本就没有，好，6万，瘦的，六万，没胖过怎么会享受的？哦，现在都6万，对，好猛，好想赢，好想赢，好了。注意哦，我说不要太冲动，赢者恒赢啊，啊。对啊，我10万加上40万，好慢，有点害怕。我们不能杀他太多，这就十二万了，十二万他只剩16万嘞，5万，我们4万好了。好吧，4万，好，请出题。下列哪种淀粉富含膳食纤维最高，可以用来取代米饭，不仅能吃得饱，还能瘦 ？A. 地瓜 ，B. 南瓜 ，C. 栗子。哎呦，会有陷阱吧？对啊，计时开始。怎么那么简单？决定，我们不能被他骗。胜不骄傲，胜不骄傲。绝对的，我跟你讲，他太狡诈了。来，请翻白。哎呦，第一个我来讲 ，A 地瓜是很合理的。对，你高明明这么狡诈的个性，不会出那么简单。选择南瓜呢，它是保护射护线的嘛，但南瓜呢，淀粉也高。栗子你会想说，哇，这个应该很高，没有想到栗子吗？对，就觉得很，就比如糖炒栗子那种热量都超高。但以我了解的，我也不知道，我不会讲出什么原因，但我对高敏敏的习惯，我觉得是栗子是太突兀了。我想有的时候想太多就会错。啊，那选答案是最直接的。我觉得地瓜跟南瓜，我们两个地瓜跟南瓜在选，就是没有选栗子。我跟你讲，对，我们也是地瓜南瓜同性质啊。对，可是因为。地瓜跟南瓜来比较，感觉地瓜会稍微甜一些些。嗯，那当然相对于地瓜比较好取得，可是我觉得里面应该是陷阱是在膳食纤维最高。三个都应该很好，都可以取代米饭，都有富含淀粉。可是哪一个膳食纤维最高？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解答是。对他的了解，对，他人没有那么好啦。不是，瓜哥根本就没在看题目，是在看我歌星。不是，因为我刚刚这个做节目，你看我们的医师都做了7年，我还不了解他是什么人啊。他会出那么简单的给你啊？我天哪！你看起来力气最高了，热量最高了，这还不杀你们才有鬼！我的妈！12万，那我拿4万，对不对？我都不紧张。哎呀，他们又赚了。对，来解释一下，解释一下。好，其实呢，以每100公克的膳食纤维含量来看的话，栗子有10.4克哦，而南瓜是2.5克，地瓜是2.4克。所以呢，建议大家啦，其实卫福部也都会建议大家说，可以把你每天在吃的精致淀粉换成一部分的非精致淀粉，也就是这些富含膳食纤维的淀粉，像是我们提到的栗子、南瓜、地瓜，其他还有红豆、绿豆或者是莲子啊，这些其实都是富含膳食纤维的淀粉，大家可以互相替换着吃。第二轮喽，珍妮姐，请出示关键字。油垢克星，油垢克星，那应该是油垢克星。小可先下了，那剩13万、啊。你一下就赌光了、啊。对啊，但小可你影响也很大，因为你这一把的输赢也影响，因为待会你当庄啊。你可以，你要锁他。3万就好。那还有，你还有4万，你可以下。你可以4万，你就锁他。我们2万，你们还可以玩2万。我们下他是一定赔钱的哦。你就最好是，你要下多少？那就4万啊，4万啦。你才才五，他这个明明还说那5万。没有，他只剩4啦。好了，我们就 all in 了，我们就 all in 了。我们 all in， 我们也赔，对啊，我们 all in。反正也不要说，不会让我们赢。你要先掷骰子从哪边？不要乱跟我们，看哪里猜谁先跳。开台先。好了，那下2万。你要知道多少2万？对啊，我们只能一人2万。我们都要轻赌啊，2万，大家都可以玩一下。这么简单，这么简单。来，请出题。请问用下列哪种方法去除厨房干点油垢的效果奇好？A. 白醋加热水 ，B.
红茶茶包加热水 ，C 面粉加热水。来，请作答，计时开始。安琪很怕我们写对，大家对安琪很老，是这组蛮老的。因为我在想说，录的机啊，因为我在想说，要不要写面粉加热水？因为面粉有可能你用水清掉之后会变很干净。嗯，这个写面粉这种东西啊，是这种答案是最不可能，但是最有可能，就跟刚刚那个对啊，因为谁会想得到面粉加热水？面粉是粉。可是我一直在想，炸弹不会落同一个坑呢、啊。而且安就是珍妮姐，我还吸。珍妮姐蛮直性子，她不会有这么多陷阱。对，她比较笨哈。哎，这题目直来直往，是我出的。OK， 玉儿我最行。我觉得 C。就是面团嘛，面团你那个在沾油，不是葱油饼越来越油，越来越黏，反而是面团很油。对，然后茶是不是本来就有一个东西可以帮忙带有清理够的，对，代谢油脂的，对，因为它干涩干涩的嘛，对，尤其红茶是，所以我们选择是茶包。对你跟我想的是一样，白醋加热水太正常化了。这个是白醋，这个是拿出来放陷阱的，因为白醋感觉就很无敌，所以白醋这一题偏偏弄不掉。对，可是就是因为它无敌，所以我看到题目是效果奇好。对，那你醋的话，其实比较 B 跟 C 来说，它是最酸的东西。对，红茶茶包就算里面有茶碱，也抵不过那个醋的酸。是，所以我觉得就是。用很老派的做法，就是白醋加热水超有用。但是如果答案是 C， 答案是 C 就厉害了，對啊、因为大家都没有掉陷阱了、啊。你觉得那种 C 耶？来，请公布正确解答。答案是 C 红的。拿回来，拿回来，还不够。这边三了，反而会让瓦斯油垢的那个油垢变得黏黏的，然后面粉加热水会凝固，不利于去污，要加冷水才能让面粉变得它那个粉才能溶解。那而红茶中的茶碱可以溶解油污，让污垢可以快速的被清除。对，我记得对不对？对，其实你会发现我们三个答案中其实都有热水。对，那其实热水，因为你要看题目是干硬的、干黏的油垢。对，所以基本上热水都会有帮助。是不是面粉有除什么东西的？对，其实面粉本身是可以除油垢，没有错。但是它是针对湿湿黏黏的。例如说我油打翻了，或者是说，我今天炸完东西，这个台面上是湿湿黏黏的，你就撒面粉搓一搓就干净了。哦，对，所以我刚刚讲的意思说，一定有它的功能，对，它才会把它放到答案那边嘛。对，要不然是这个就是小学生乱写。其实它不能加热水。对，那白醋的原理其实同样的意思。如果说我是今天可能就是每天例行的这个简易的清洁，煮完饭要擦一擦。其实你用白醋水去擦其实是可以。是。但是针对那个干硬，就是已经干掉黏黏的那一种，你用了白醋之后又加热水，它变成把那个干硬的地方溶掉，然后又碰到酸，它就变成黏黏的，反而更难清。好，小可，嗨，请出示关键字。是指小孩叛逆期。又是小孩，是几岁的小孩？珍妮姐，珍妮姐两个小孩都蛮乖的。欧英啊，你还看？你留一问干嘛啦？还有一题耶！还有一题，我又没钱，我就连玩都不能玩。想玩啊？没关系，你没钱，我再借你了。好，小孩太自己玩。你不 all in 这样留一万，那不然呢？要小时候留最后一题呀、啊。吃出票，我们要志气，我们会赢。五万，对，家事没信心，小孩应该还可以。对，就是要，就是要那个让黄燕姐简单简单，真的让他害怕。easy， 真的，可是小孩9万还没叛逆期。
两万。我欣赏你。小朋友的事你也搞不懂。真的，好了，基本三万题。好，三万。来，请出题。叛逆期是孩子的必经过程，请问家长用什么样的方式跟孩子沟通才最有效 ？A. 从孩子喜好切入。二 ，B. 分享自己挫折经验。C. 朋友角度来对话。哎，计时开始。是三岁。挫折。是十五岁，三岁的叛逆期，几岁？是三岁太早叛逆，还是十五岁？是三岁呢？不管几，来，请立牌。大家说把孩子要当朋友一样，对不对？千万不要有隔阂、距离啊！你分享自己的挫折，你讲。哦，黑的时阵我请你讲台啊，是不是？傻多你有关，都老会，心细多。瓜哥，你那应该不是挫折，你应该是炫耀吧？对啊，你个有故事的人，爸爸当初怎样怎样，我公开给你听不？我们是 A 跟 C 在选啦，因为像那个第一个从孩子喜好切入，这是三岁时候小朋友有叛逆的时候，你要这样做。那可是呢，像我自己的小孩，一个是国中，一个高中，那现在其实有叛逆期，你就是要从。像他们朋友的角度来跟他们聊聊天跟对话，他们才比较会听得进去。嗯，你会用妈妈的那种态度，他们就不会理你。嗯，对，距离感。大家选择都一样了。好，来，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B。喂。不是，这题我先不赔不偿，我要听你解释为什么。期的孩子呢，对于上对下的权威的方式比较容易反弹。大多数的父母亲呢，认为就是他们很了解孩子，但孩子其实觉得父母亲根本不了解自己。嗯，所以在这个阶段呢，如果父母亲可以适度的来分享自己在他这个阶段成长所遇到的一些挫折经验，把重点是放在自己如何面对挫折以及怎么样来处理的方式。就能够减少孩子跟父母亲的距离感，这样才可以开启真正沟通的门。哦，对，应该是说用朋友的角度分享自己挫折的经验。对，老师，你说用朋友的角度，其实我们还是会用大朋友跟小朋友。啊，你如果没有用朋友角度，你要怎么分享？就这题怎么杀？你有什么理由杀我？应该是说，我们把重点放在我遇到问题的时候。你是一个我单独要分享的个体，不再是我跟你之间的关系。对，恭喜大家啊！用朋友的方式分享自己挫折。我要讲，很多孩子就是觉得我为什么要跟你当朋友，然后他们在叛逆了，就会不想要跟大人当朋友。我跟你就不是朋友，谁跟你是朋友？真的很多人会封锁自己的父母亲，然后 unfriend 自己的父母亲，这是正常。连你都封锁，你还分享个屁经验？所以就是在他跟他面对的时候，我告诉你，我以前也被我的父母亲封锁过。为了赚这一点钱，什么都敢讲，你看到没有？哇！没关系哦，这非常痛，非常痛。来，我们贷款给珍妮五万，贷五万，他也剩一题而已啊，就下万。没关系，贷款待会还我。会还你。最后一题啊，来，请出示关键字。关键字是胶原蛋白。胶原蛋白，来五万。五万。OK。28万下。三万。三万。是攸关输赢，谁是 A 组的哦？我们下三万好了，来。OK， 请出题。好，这题的题目是：请问胶原蛋白粉当中可以帮助皮肤保水而且增加弹性的关键成分蛋白聚糖，通常会从哪种鱼的软骨中提炼而成呢？嗯 ，A. 鳍鱼 ，B. 鲑鱼 ，C. 曼波鱼。哇！为什么想成这样？来计时开始哦。你一定知道，最多。OK， 我已经写好了哦。五、四、三、二、一，来，请翻牌。
八哥笑。慢波鱼最多啦，你看那种胶，慢波鱼是皮呀，它是皮薄的，中哎，它是中软骨。我刚才也是想说慢波鱼，你说慢波鱼没有软骨，慢波鱼都是皮，它的皮比较比较肉蛋白 Q 了，对它软骨哈。因为我觉得那个鱼很多胶原蛋白很透明啊，我们刚才也是这样想，因为它有一个软骨中皮链，骨头对当然是旗鱼啊，我怎么写慢波鱼？旗鱼整根的，对不对？对啊，而且旗鱼是最长一根，是那个我们被摄影机挡到了，被摄影机挡到。因为我知道的高明明出的答案没有那么简单，没有，这已经换就是嘉怡嘉怡嘉怡出了哦，嘉怡我不太了解类似的东西。好，那我们写这几个慢波鱼量大比较好好。对啊，旗鱼哪有那么多提炼，那就都是假的啦。你旗鱼不好补啊，慢波鱼比较好补啊。蛮多的吧，对不对？因为它是从软骨中里面，它够大只 啊，你可以提炼出很多啊。我也希望你赢了，才能还我钱。再来玩我，好可怜。请公布正确解答。因为呢，原因就是呢，因为蛋白聚糖呢，这个成分是由蛋白质跟糖胺聚糖组成的。那因为之前在加工流程并没有广泛的运用在保健食品当中啊，可是呢，就有研究发现了这个鲑鱼的蛋白聚糖还有护肤的效果。所以日本科学家就后来从鲑鱼的鼻软骨萃取之后进行后续的浓缩还有干燥，其实很搞纲啦，然后提高了蛋白聚糖的纯度，而且降低了制作成本。之后呢，就让鲑鱼的蛋白聚糖还可以量产啊，还可以产生研究啊，也成为日本行之有年的保健素材，所以是鲑鱼。他说日本现在很红。那你怎么会知道这个东西？因为其实像比如说我自己的部分啊，你知道缺少胶原蛋白是每一个人男生女生都会，35岁以后其实你年龄变长了，或是生活作息不正常，你就会开始发现你皮肤比较干啊，比较薄薄，就是胶原蛋白就流失了。那胶原蛋白流失会有几个很重大的问题，就像建筑物那个地基开始垮，你会发现说，你皮肤开始松松的，就年纪大不是会松松的，然后毛孔开始变粗了，然后开始有一些细纹，而且皮肤会变得比较容易干。其实这就是因为胶原蛋白。那如果讲到这里，最近有一部很红的剧，大家知道吗？就是《华灯初上》。因为《华灯初上》除了剧情好看之外呢，大家会有一个惊呼的点是，为什么这些人永保逆龄都不会老啊？对，就是美魔女，原因是因为他们都有保养，就注重保养。那如怎么让自己的肌肤在最佳的状态？我自己的部分是，我其实35岁开始就会吃胶原蛋白粉。那因为有非常多的方式，有涂的啊、抹的啊，可是吃的比较方便，有时候早上一杯咖啡倒进去就可以了。然后比起抹的，我觉得甚至是事半功倍。所以我今天就带了这个天使胶原的蛋白粉，要跟大家来分享。也不急，我们先把钱该杀开赔了。你去准备一下，等一下来那个。等一下那个，我先算一下奖金，3万你杀嘛啊，都杀了嘛，都杀全杀了。那你们欠我5万啊，我们。对，那欠我几还？下一集还？可以加5万，奖金很多呢，40万呢。40万再加5万啦，45万。45万，第二名25万，第三名已经归零了嘛？还没有负5。不，那我们带来这个胶原胶原天使胶原的胶原蛋白粉，原因是你知道我们就是现在是赢了，我们就来吃东西欢庆一下永保美丽吧。来请。好，就是这个，我觉得非常的方便。为什么方便呢？第一个就是你要会好使用嘛。那这个天使胶原的胶原蛋白粉，它就是这样一条。一天一条就可以了，满满的 EX 胶原蛋白粉就可以让你有好气色哦。那原因是因为像譬如说我现在啊，你知道疫情期间那个网络开直播，我一个礼拜有时候将近主持加直播快10场，可是现在网友超挑，他有时候就会觉得说你这个开美肌不行，你这个皮肤真的好吗？所以呢，补充胶原蛋白就非常的重要。所以苹果肌就是要从你自己开始打起。那当然就是吃着胶原蛋白粉重要的第一点就是里面有什么样的成分。对，这个成分呢其实就是刚才提到来自日本啦，所以你在吃胶原蛋白粉的同时，其实就是跟日本的 OL 同步变漂亮。那主要呢像是有透亮拉提啊，刚才有讲到它有日本的专利的蛋白聚糖，取自于纯净无污染的深海鲑鱼鼻软骨，而且它很珍贵哦，1500条鱼才可以萃取
克，主要就是因为它的保水力超过了玻尿酸，可以填满满满的胶原蛋白。而且呢，它有来自日本的 POOG 胶原蛋白生态，这是日本的第一胶原大厂的品质保证。而且主要呢，它因为分子小，所以好吸收啦，就可以把你的肌底稳固，而且可以让气色透亮。每个人一天是6000毫克的胶原生态的需求量，但这样子一包其实就可以满足你一天所需求的量哦。嗯、然后接着呢，其实它还有最近很红的赛洛美、欸，就是它里头还有神经酰胺，其实就像口服的神经酰胺赛洛美一样。那此外呢，其实它除了胶原蛋白本身我觉得非常的不错之外，其实女生很需要的像是譬如说美白啊，对、维生素 C 啊，可以帮助胶原蛋白的吸收啊，虾红素啊，谷胱甘肽啊，日本玫瑰花瓣，其实在里面其实都有。那使用方式除了一条很方便，我觉得吃的方式其实有非常的多样，就是要好吃。主要呢，像譬如说如果你觉得这个味道你 OK 的话，其实它有淡淡的牛奶香，你加到水就可以直接喝了，或者是加到咖啡里头，甚至是呢，加到优格里面也可以。那我现在就直接加到水来给大家喝喝看。好，好，它单吃的味道就有点牛奶的香气，对，因为奶粉哦。因为如果在吃胶原蛋白粉，大家应该会知道说有些胶原蛋白粉吃起来有点腥味，因为它就是鱼皮或猪皮。可是这一个胶原蛋白粉，我觉得会让我想要每天喝的原因，是因为其实它喝起来就是有淡淡的牛奶的香味。其实加咖啡也会不错，瓜哥要喝喝看加咖啡的吗？好。咖啡或红茶也可以，对、嗯、对，而且它一包好大包哦，而且它重点是你看哦，它香香的，对不对、嗯？然后重点是它溶解速度非常的快，嗯，是不是还蛮香的？可是就是咖啡，对，没有影响。哎、欸，那这个大概我这样吃，我要吃多久我才会觉得有感？就是营养产品，我觉得就都不是一次见效，你要保持自己的生活的习惯。所以我自己的部分，我觉得大概吃到第8周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到你皮肤的亮度还有皱纹有明显的不太一样。但是我还是建议大家，我觉得保养是自己的，尤其是在疫情下，我觉得有的时候保养就是要持续的循序渐进。那如果要加强保养的话，其实他们家还有2个，我觉得很好吃，就是这个白藜芦醇的胶原饮，然后还有就是这个燕窝的那个燕窝的胶原豆，哦，它还有加燕窝，哎、它其实喝起来就像是那个葡萄汁，葡萄汁一样。然后我觉得有时候你很想喝果汁的时候，像我自己就会把它加到气泡水里面。我们来宾都吃的那么爽快，小可怎么样？因为胶原蛋白，对，对，因为其实真的。白藜芦醇真的女生真的需要多喝，对，因为它抗氧化效果非常非常好，而且有的时候，例如说像天气过敏啊这种地方，身体很需要抗氧化的。而且它其实分装都很方便，你就一天出去就一包。对对，今天他介绍这些产品会在我们欢乐智多星的粉丝团哦，大家可以上网去询问。是是是，谢谢嘉怡，谢谢。好，把优秀产品介绍给大家之后呢，我们奖金有45万、25万，一个是归零的、啊。接下来进行的是决战海盗桶。决战海盗桶，哎，吓到，吓到，先吓一下，以免吓到，因为奖金也吓到我们了。对啊，45万，45万的，来，请上传。嘿嘿，聪明的，哇，好紧张啊。好好的抢一下，来来来，咪咪先来，来咪咪，请转，转好，命运转盘 ，Go， 养生保健，养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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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对，养生保健，请出题。请问常吃哪一种蔬菜，其实能够帮助身体排毒，还能够护脑抗失智呢 ？A. 香菜 ，B. 苦瓜。C 大白菜，计时开始了。等一下，这护脑抗失智，我先把胡瓜删掉。哎，这个对啊，这个开始填上。因为大白菜比较偏向十字花科类的蔬菜，所以我会觉得，因为十字花科这一点应该是大白菜。可是因为香菜人人都讨厌，所以我觉得应该要选香菜，因为越讨厌的感觉越健康。嗯，好，第一题，因为苦瓜是让大家忘掉烦恼，对啊，带来欢乐啊，对，欢笑啊，护脑，但就是对失智没什么帮忙，不会，我开心就护脑又失智，护脑，对对对，好，五，好，四，三，二，请插件，请插，请插，请插香菜，恭喜。
香菜呢含富有丰富的维生素及矿物质，可以促进水银跟铅等重金属的排泄作用，也就是我们身体上可能会有多多少少有重金属，因为你吃海鲜啊，里面的鱼类啊，会产生什么，多多少少对，但这可以排泄作用，所以会被称为最强的排毒蔬菜。除了这沙门氏菌和念珠菌等抗菌作用之外，也有强力的抗氧化作用，能消除胰岛素抵抗性，它具有种种的健康效果，也可以成为阿兹海默症预防的强力盟友，要积极摄取的食材代表。第二题了，请转。第二题，嘉怡，嘉怡，好，用力转，来，都可以，两边都。命运转盘 ，Go！ 你有什么？你有什么？十四好了，十四好，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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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语文呢、啊？哇塞，这很难。英语 ，Cook the book。煮一本书，在口语英文中代表什么意思呢 ？A. 做假账。B. 试过所有的方法。C. 背得滚瓜烂熟。计时开始。Cook the book 到底什么意思？我觉得是 C 吧。滚瓜烂熟。对啊，对，就是滚瓜烂熟。你已经熟到那个本书都把它就是要吃进去了，都背到消化掉。对，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毫无悬念吧，应该是 C 啦。料理吗？瞬间换一个，刚刚说国文造诣不好，对，然后他考英文这样子，还要讲毫无悬念，知道吗？好，来，来，五、四、三、二、一，请擦，擦，背的，上，好，竟然不对，陷阱了吧，陷阱了吧，一跟二选一下，第二把剑，请擦剑。你觉得是哪一个、啊？难道要盲擦？请擦做假账。哇，怎么会做假账？对，为什么是？我也不觉得是做假账。英文当中 cook the book 是做假账的意思。这里的 the book 指的是账本，而非书本哦。由于做假账时，原本在账目上做点手脚，好像煮坏哦，要加点盐啊、油啊这种。哦，添加啊。添加做手脚，让它美化啊。做两本账啊，加上一些调味料，因此 cook the book 就是我们做假账，看起来比较好看。假的项目，对对对对对，给股东看的啊，给国税局看的。对对哦，竟然是这样，瓜哥解释的真好。对，没错。四四五还有一把剑，那请。那请转盘，命运转盘 ，Go！ 我们现在已经不喊上面，就是简单就简单简单简单。哎，哦，历史。历史地理，请出题。康熙皇帝爱茶成痴，请问下列哪一款茶的名字就是他取的呢 ？A. 龙井茶 ，B. 铁观音 ，C. 碧螺春。计时开始。好难哦，康熙哦，我觉得铁观音先不要好了，观音听起来有一种观音。哦，那就铁观音好了。好，那就铁观音好了。你其他也要讲。我是说，我这题我知道答案。哦，因为我本来心里一开始的答案是龙井茶，因为我觉得好皇帝，对，好皇帝有龙这件事情。嗯，然后碧螺春感觉就，虽然我很爱喝，但是就。怎么办啦？怎么办？好了，不然这样子就逼就逼好了，就逼好了。你的直觉是铁观音吗？应该是吧。你内心第一个胖的那个答案。逼啦逼啦逼啦！我不是瓜哥喝成这样，感觉就有问题呀、啊，你还是吗？一，哪一个？这个逼逼逼好了。请插剑。一定不会。请插剑。等一下。他要插，他要插这个，我就咳成这样，他就看。你还在咳，所以这两个都不对。你在咳、啊，碧螺春呢？都没有想到这个。江苏洞庭东山的碧螺峰盛产茶叶，康熙38年呢，南巡时喝到当地的下萨仁香茶，被惊人的香气、滋味折服，但这名字不雅，看茶又卷又曲，像螺，便赐名叫碧螺春了。来来，第二组，第二组来，请就位。来。逼出25万了、啊，是，来请转，来燕君命运转盘 ，Go！ 养生保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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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趣闻，养生保健，生活趣闻，生活趣闻，请出题。2021年 LINE 贴图排行榜出炉，请问哪一个动物的贴图最受民众喜爱呢 ？A. 狗狗 ，B. 鲨鱼 ，C. 猫猫
2015赖的 Kill 最受欢迎是什么呢？是狗狗的鲨鱼猫猫计时开始。鲨鱼整年的。鲨鱼，鲨鱼，我记得是鲨鱼。为什么要鲨鱼？因为我们有我赖有非常多的群组，然后鲨鱼的群组不知道为什么这一阵子疯狂的，然后再出，然后还有就是你可以自己改那个你要传什么对话框给别人。你上面的字你全部都可以自己改，就是鲨鱼的图案。我觉得是鲨鱼，因为我有非常多的朋友都在传鲨鱼的贴图，狗狗跟猫猫因为太久了，太久。对，所以2021年我觉得是鲨鱼。是鲨鱼有出主题呀。鲨鱼，二一，请插件。完了，那狗狗还是猫猫？不是鲨鱼。请插件。猫猫呢？猫猫。猫猫，鲨鱼哦！好，原来猫最多的。对，2021年 LINE 的原创贴图榜单呐、啊，白烂猫啊，白烂猫啊，人气依旧。哦，白烂猫对，白烂猫，白烂猫很白烂，他就讲他有动态贴图啊，他就会人出现，然后就哒啦嗨，然后旁边就写颜值担当来了，白烂猫非常主动，忘记白烂猫了，动画动画，对，他脸就是很厌世，他是画出来的，厌世。哎，第二还有一把剑哦，请。哎，小可来转命运转盘 ，Go！ 生我去闻，生我去闻，再一次生我去闻，这么新闻时事，请出题。近日哪一家知名素食店专为狗狗设计了狗汉堡，让主人跟狗狗都能够吃到美味的汉堡呢 ？A. 麦当劳 B. 摩斯汉堡 C. 汉堡王。计时开始。麦当劳应该没有吧？狗汉堡、摩斯或汉堡王。哎，会不会是摩斯汉堡？因为摩斯汉堡是米汉堡。狗是不是可以吃米饭？对，但是汉堡王跟麦当劳都是面包，面包比较多。狗是不是吃面包是不太好的，反而是米饭。可是它应该是特制的、啊，特制给狗狗。但摩斯汉堡是比较常会做这些季节特别的东西，哦，对不对？换对这些东西。摩斯三二，只剩一把剑，请插剑。请插。汉堡王。近日南韩呐、啊，南韩汉堡王跟宠物食品公司合作的狗狗的菜单，包括汉堡王招牌的华堡毛小孩及烤肉口味的狗饼干，人也可以吃哦。所以汉堡王调查报告显示，在点外送时65%的人。主人会表示狗也想吃，51%的主人会和宠物一起分享，所以汉堡王目的就是在方便顾客享受素食，也能和毛小孩快乐享受美食，以免主人大快朵颐，狗狗只能旁边流口水，哎，难为。好，谢谢大家，谢谢。好，谢谢大家的参与。来，这本书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对，我们吵架了，就是我给孩子们的情绪控制绘本。嗯，虽然是要控制孩子情绪，但是里面有很多也是教爸妈要先控制好自己，才可以做好很好的示范。是，这送你牌呢，送你无线蓝牙耳机以及百夫长旅行箱。打开卫视中文台，欢乐亮起来。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订阅欢乐智多星的 YouTube 频道，并开启小铃铛，就可以知道最新的影片内容哦。